脚为啥舒服？好，我们的客人啊，进来观望这边。通过关外门之后，我们就等于进入嘉峪关关城最中心的地方，会成为内城。在以前的内城部分呢，主要是将士驻扎的一部分，所有的兵营呢都是修建在内城部分。但是也是由于战乱，这些建筑基本上全部被破坏掉，唯独的仅剩大家在从右手边看到这个仿原样重新修建的一个游击将军府，游击将军府。游击将军呢，他呢是在嘉峪关关城里面的最高军事长官的一种称谓，游击将军。那这个呢，前半院呢是他办公的地方，后半院呢是他家眷的居住的地方。游击呢，他是一个官衔名啊。那我们从这边呢过去呢，去听一个嘉峪关的美丽传说故事啊，及时宴饮的故事。然后呢，我们继续呢。